就往天上扔。天上最高的地方。天上。大鸭子，大鸭子会咬人吗？大鸭子会咬人吗？会。它的头呢？你不打它，它不会咬你的，一般不会咬。我就摸它头啊，摸它头吗？别去摸它。很脏是吧？嗯。你喂它。它不喜欢摸。狗狗喜欢摸，别站在那儿，站在后面，站在后面让他们吃。毛里鸡。坐呀，我不想坐。让他反正我不能回家。出来好像在藏东西，两个哥的空房，一块空房。太大了是吗？这鸭子。鸭子还真会跳。鸭子没吃到是吗？一点都没吃到，它很晒就是吗？饿了，它饿了，它饿了。那它怎么那么搞笑？它爬。
盒子来了，一大群。还不知道吃点维生素蔬菜，除了碳水化合物，他还不知道吃一点。蔬菜呢？我们大人大了才吃，对不对？嗯。鸭子怎么那么好吃？跑了跑了。他吃了，他才有能量跑啊。哎，别踩这儿，别踩这儿。给我倒，你影响旁边他们吃，快点走，这边是吃的，快点。别站那儿，太在，很近啊，后退，后退，后。站住，不许动。Are you happy? Happy?